都要开 BGM 啊。晚上好。哎，那手怎么不见了？谁管台？为什么？你今天放假吗？我是到刚刚才知道今天是放假欸。想说为什么雨林可以有办法玩？啊，朋友说今天放假哦。大家看好了。对啊，我要等三点孵蛋的时候，3点可以去挂着孵蛋，然后去烧海胆。靠！死光了！哦耶！好的，快3点啦，我们开到5点而已吧。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昨天董卡比兽怎么弄的在吗？付了一大堆，啊，平安安，因为。不是一大堆，所以我是想问个性要带哪一个的？我比说嘛，开始啊！那我要暴力的怎么？暴力的个性要哪一个？所以没差嘛，固执，我好固执哎，白痴，我在干嘛啊？白痴，白痴！哎呦，这只是，还是就是因为这只是中毒的啊？也不是啊，对，灵术卡比兽，固执，固执，哦，等下3点了，我要先忙一下东西了。3点，然后找个东西给你们看，看这个好了。
可能要等我，等我一下下哦。雨林，你在海胆了没？我想说，开始在那个什么啊，孵蛋了，然后就问清楚。Hello，Hello，hello。 3点啦，啦啦啦，5分啦。哎，雨声会不会太大啊？想说下雨声很大声，来。会太大声吗？还是我要关声音？要太小、完蛋了！不会太明显了。会的话，我要怎么办呢？麦克风关麦。有点大声哦。哇，没办法。好，回来了，我们先来。所以这卡比兽，我还是先搁着嘛。
要吃生的食物。来走，嘻嘻。Hello, hello。其实我在想说要跟他们一样，就直接把一只先灌爆，然后后面再用那种，道具修补一下他们的个性啊什么的。我想说还是要怕游戏玩太快，先培育一只起来玩。先拉等级，对啊，那等级最高的是嫦娥兔啊。不是，打错了 ，HUN。尼托尼诺 ，NIE。昨天是有人说完个性故事，好，那那个个性对了，那个嘞，努力只要怎么要练什么的。早安哦！啊！对，就是觉得我这个个性有点讨厌，就是东西要用到好，才会想把那个东西投资在那个东西上面。对尼多尼诺也不好遇呢。攻击跟生命剩下 6.15 给防御或特防，好的。解攻速攻，你是说你卡比兽？我应该是血攻吧，对啊，卡比兽速度很慢，没事。我深攻2522大法，所以卡比兽也是先直接灌爆，然后再用金冠那些弄上去嘛。所以，我问一下，那我这次就真的可以直接拿来练了吧？反正个性对了，然后再给他努力值一些东西。
这样子吗？然后不小心升到等，哦，刚好是加血量哎，那我再吃两个速度就好了。哦，对哦。然后杰克说可以花10万块，然后把那个宝可梦的性别交换。我应该就把长耳兔的换掉吧。感觉繁星玩的这个麦块宝可梦和我玩的麦块宝，杰克说这个是最新版的啊，好像下雨。努力值调好就直接往上冲。好的。我知道啊，那个速度我就直接用那个吃掉啊。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吃果实把它盖过。这是什么复制 bug 啊？有时候会被人复制出来。设为了，刚有设为在哪里？没了，我的队伍。大奶罐、胖丁、长耳兔、卡比兽，剩下还有等一下哦，图图犬、戴龙、吉利蛋、三 D 龙。三 D 龙我是已经有材料了，还没抓啦。所以我先去练卡比兽吗？像大奶罐的话，我其实不知道大奶罐我现在考不好哎。Go。这只在哪？大奶罐，它是速度哎、欸，速度特防大奶罐。哎呀，这大奶罐就不好生啊，不是只有母的吗？杜兰熊呢？啊，对呢，这只大奶罐。辅助爱管事吗？不是啊，就是爱管事那个也是我比较陌生的世代啊。
有考虑玩连续攻击奇诺逆鼠吗？有啊。你想收集全图鉴吗？全图鉴我就真的不是很想了，哎，太累了。那我去打卡比兽，要出来。我玩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哎、欸，很小、喔，怎么看？先吃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血量攻击吗？你们说血量跟攻击对不对？他们玩的是 R 开头的那一个啊啊！速度啊，这速度好像不够哦。要看玩什么血量攻击吧。好了，讲到零了。咦？叫看来种个田好了。杰克有啊，我等下去浇花。杰克的田啊，等一下，树果箱第二排第二个有其他物品，哎、欸，眼睛真棒，来个火晶壶，啊，这怎么用？点右键就好吗？不会采收起来吗？我问一下哦、喔，这个是点右键吗？没有。不是，因为我以前要洒水的时候，有把它采收起来、欸，所以这是正常的情况吗？早安，早上好。哦，金喷雾啊！那昨天是谁跟我讲说浇水的？浮粉哦，好。绝对不是你，好的，五六七，
哦，还是会加到其他东西去，是不是？那是太早吃那个了。对，好的。一边可爱的撒娇，一边靠近对手，都觉得太棒了吧，太恶心了吧。我想问一下，这个系列最后是不是互相 PVP 啊？应该也不会吧。后面是有考虑说，就是自己用一个自己系的道馆当岛主，还在想呢、啊，因为才玩第几天，第五天而已吧。直冲熊，我知道啊，那个好吗？哦，对，他是独蓝熊哦。晚上有轻松？有啊，我这个我打个标题啊，直播到五点。哦，还我用置顶好了。直播到五点左右，哟，这样感觉不太行吧？有客服，对啊，所以可能就是哈基会来狂打我，我会去狂打哈基啊。所以我才说后面再想想啊，因为还在还玩第几天而已，而且我另一方面不想灌爆经验的原因，也是因为怕太快会对这游戏就是怎么讲毕业的那种感觉。反正每个玩法都不同啊。
从自己学业当中学习，嗯，真的是。在自己睡着时发出噪音，太强了吧！我还真的没有好好练过卡比兽哎，因为上一个玩的时候，已经有太多喜欢的东西想带。后面就是可能就跟以前一样吧，那个用一大堆百变怪那边抽奖补图鉴，可能就这样子。嗯，我问一下哦，如果我的这个猫老大想学十万伏特吧，还是电气招式？我该把哪个换掉？除了聚宝弓，聚宝弓不能换。力量宝石，咬住绝对不能嘛，对不对？感觉这两个不能换啊，只能选一个，因为要打幽灵系用的。幽灵系要留这个啦，可是洗脑我觉得很痛。我们是90等，打什么鬼？有，哦，打到 BOSS 了、哦，太会打了吧我！咬住可以换成咬碎，哎、欸，对呢。那问，那再问个白痴问题，有技能叫做地狱滚动吗？还是就是滚动？因为我怎么记得以前有技能叫地狱滚动？咬碎是不是也要用招式器去学啊？好了，去吃果实，给这只。哦，是格斗招哦，好吧。嗯，有蛋改名了，真的哦，所以我没记错吗？我个体力攻击防御特攻特防，要吃好多哦，特攻特防，对吧？特工要吃八颗，我先吃七颗啊，七颗三颗，回来。还不如学舍身，是吗？嗨，摩卡，专门练 EV 的地方，
其实有。是这里啦，这里是我发现是等级低，然后又好练的地方。看，又有百变瓜刷。阿哭啊，丢错字啦，白痴哦、喔，我忘记丢先机球，哦，你说那个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掉掉掉掉！敏捷三一。要订阅，要订阅吗？看你呀、啊，看你看你要不要订阅我啊？反正订阅不用钱啊，你这样问，我也不知道回你什么。我知道舍身120啊，可是会扣血。说 I EVS 哦，这个吗？没有哎、欸，我会有你，给我钱，好像有特性还是道具可以无效自身伤害。哎呦，这么棒的吗？看一下。满了，再来是吃掉速度，对不对？速度我有，什么啊？不是速度，是蓝色的果实。来，再回家一趟。哦，这个。我不行，在这边吃。下来，下来，下来。OK，OK，OK，okay, okay, okay,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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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好，你爱我，爱我不要洗白哦，但我会不爱你哦。就你了。好了。卡比兽满了，你们会给卡比兽带什么？吃剩的果实？应该不会吧？
木子果，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可是它消耗品吧？这些卡比兽大军怎么办嘞？我的不是超级巨啊，没有没有，现在我们只有级巨，没有超级巨。浮躁。再练更多只干嘛？全部带卡比兽，好像也是可以的。那我先。好吧，你在第50个吧。我给你们看哦，这只是 EVEU。有没有更快方法可以换呢、啊？孟特可以改啊，要孟特吗？我可以换啊。木子果可以种，没关系啦。还是我也是带这个啊，安抚之灵啊。好了，治好了。盖掉。昨天看到病毒，其实那时候其实世界，哦，好开心哦。对啊，就是要一直带果子，我就是很不喜欢，像玩魔物猎人就不喜欢一直带那个子弹在身上，消耗品的东西这样。我想说就是拿枪拿刀，我就钓竿，借你一下。老渔夫嘞？你身上会带一个竹果子，所以果子也是要用耕地去种，是不是？对啊，阿季。后脂肪我还好欸，其实我比较想要大力士的特性，那叫什么？怎么有老渔夫？伺服器是谁开的？杰克。这个只给认识的实况主们玩哦。改变怪减三。贪吃鬼，所以贪吃鬼是孟特吗？不早就一堆，对呀、啊，不鸡掰什么？因为现在
谁？小雨、云月、杰克、哈基都一百等了，都一百等的。然后我就还没。到点意志吗？噪点抑制，我原本有开啊，可是开了之后发现听不到很多声音耶。我去问一下，还有人吗？还够五郎吗？走吧。走吧，够够，那我下去了。嗯，是他们灌狂的，对啊，所以才说大家玩法不一样啊，所以才会希望说先把一只蛋还是什么的弄到好，灰子，好了。可能是觉得说，反正不会死，因为我灰子哦。胖丁学唱歌了吗？学了。哦，这边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一般系的会死亡歌声啊？还叫什么了？就唱歌几秒几回合会死掉的那一招，很有人啊，打 boss。又升了，又升了。嗯，《灭亡之歌》对对对对对，就胖丁会唱吗？哄，好像没有，好吧。青年鸟，真的吗？那我去弄了。阿尔宙斯会，好吧。好好的神兽被我拿来这样玩。宝宝丁又隐藏是星海刺哦。PPM。七系青鸟才是啦。青面鸟是小只的。有抓过神兽吗？一只。下午好，安安。雨林在吗？雨林要跑图跟我说，我现在可以偷偷跑哦。
筛选器，噪点抑制。哎、欸，我有开啊。那我用这高的。啊，来听看有没有噪音啊？我开了，我现在开了，只是现在没有雨了。好，跟宝宝丁会灭亡之歌的玛丽露小佩就会有。哦，这样从没关系啦，没关系啊，驱的神兽给他去死。丁嘎，我知道青眠鸟是一般的，好，那我去搞一只青眠鸟，啊，无犬也。杰克有把那个集聚化聚宝弓给关掉，100倍真的是太多了，我随便打一场就有30000块。啊，不对，要帮他抓海刺龙吼。啊，不对，应该帮你抓。早上好哦。啊，要测试的时候没有雨是怎样？你们做到？我们大多打三分之一。北兰哦，北兰哦，北兰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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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他是在打什么攻略给我看的？我刚想说很认真看，说啊，什么招式机三分之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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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的。气势披带，别说了，气势披带不见，打击巨化不见，啊，就是气势披带再加这些，很多看起来都已经长大啦，结果都没长大，真的很烦。就之前那时候越中越少，就是因为这样。玛丽露。先跟拉普拉斯遗传，哇，不要哦，这种太专业了，我会怕、啊。玛丽露跟拉普拉斯学遗传，再遗传给宝宝的，不行啦，已经生出来了，懒得再想了。可不可以这样子复制？算了，不要乱复制啊，当乖小孩。可以满出来。的商店，就这个吧。哦，
更改宝贝球体型那个古拉多，古拉多，有看到了。其实打 BOSS 很简单啊，阿比复古丸，复古是什么啊？一直听你们讲说复古什么的，看一百一百一百，攻击直接六阶哦，我的东西是小雨在场小，地面呢、啊、有小雨在打比较快，没事啦，小雨刚刚没看到 AFK。用复古就先被 BOSS 打死，对啊，怕就是怕这个啊。被爆了，胆小一步。是谁？给我烈焰杆！啊，算了。复古是生命减慢攻击满。好。然后复古完就直接死了，很会啊！没有用，烧掉。对啊，老渔夫嘞，我到再来拿。复古配圣伴可以服血，我目前没圣伴，除非对手用格斗。对呢，我现在最怕的只有阿旺。好啊，复古是自己会学会的吗？因为是不是太大声？还是你们就刚好？你跑哪去啊？探探，
你要给我什么？我跟你，我要给你可爱的小家伙。哪一个？你要不要地的哦？不是啊，看要不要地，给你不要的。我有没有地属性的？因为不要给我的啦。哦，不要地哦。你不要地给我。看一下哦。哎呦，这只有一般呢，不然给你好了。你在哪里？你看，在这只，我要给你这只。这只好可爱哦，模拟泥。应该就是你那只的真宝宝形态吧？走啊，去我家。哪一只啊？去我家，去我家。好，那个吸盘魔偶。哦，所以你是说是那个什么最后会变成胡须的那个吗？不是，是吸盘魔偶。哦，一般的吸盘魔偶的变小版。对啊。哦，这个你应该有，可是他一般的给你。我没有。啊，你没有同偶熊哦？因为我不想，我不喜欢他。好，结果我给你啊。没关系，没事，我就是说前面给我一只要放生的啊。看到他哦，这团团会喜欢。很勾机啊，我觉得很勾机。其实我觉得这个魔强人偶这个样子没有不好看啊。啊，别说，不要，这个我觉得没有很不好看啊。没有不好看，对不对？对啊，可我不知道什么他其实觉得不好看。他就你要知道，你的审美观跟大家审美观是比较特别。好吧。没有没有说你不好，是你比较特别。对啊，不知道主要是你看他的肚子啊。哦。他肚子有个，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哎呦，他啊，断线了，四点啦，四点了，要再等等啦。你那边还有多的那个学习装置吗？没有，对不对？我只对我的刚刚那个时候你给我多的是给 Bobo 了，嗯。现在是米菲没有吗？现在麻衣、迪苏都没有。迪苏有，迪苏有了，麻衣还没。是你们给的吗？对 对，我给的。然后麻衣、米菲还没完。我只知道米菲被怂恿选妖精嘛。我不知道哎，听说米菲是说他想要开场是拿仙子一步。仙子一步？当然不可能啊，那些他杰克有跟他讲说开场是拿。那个还没进化的，就是还没进化单属，就是进化的，然后符合你属性的、啊。对啊，那开场就是要先指一步，太狠，不行啊，太狠了，太狠了，是个狠，真的是个狠人。你有开台吗？我有开，所以我才跑来开台区啊。我刚想说奇怪，我去逛了一下都没看到你的台，没有，因为我今天比较晚开，我今天3点。Oh.15才开，然后我刚刚在做封面图，所以我才刚开游戏。好的哟，好进来。他们刚刚说看了超能力都没喜欢的，那超能力的就对，不是真的，你要到很可爱的就可能要妖精吧？那是你的吗？哪一个？我看有个迷春姐在慢慢还价，那是你的吗？哦，你哦对啊，那个上面他在跟百变怪啊。啊你盖两层的哦，好棒哦！啊、我想说我要盖饲养塔。还有繁殖塔，对啊，繁殖塔。可是现在那边的羊毛太少了，所以百变怪不自在。哦，你要吗？我还有多。你还有吗？有多的可以先借一下。不用借啊，这里箱子里。你的毛变羊长毛了吗？没有啊，长不了毛。哦，我这些是，反正我这些是那个啊，那个培育那个什么乔伊中心的屋顶挖来的。哦啊，对耶，其实可以挖乔伊中心，其实我们这边就有现成的耶。不要。那时候小雨也是说不行，我们可以把它换别的屋顶吗？那就交给你了。好，我们换别的屋顶就有那些羊毛了，好像还不错哦。对对对对，挖掉也有3组多的。对啊，那个其实很香哎，很香啊。那你挖了再跟我说，我要再 A 一些羊毛。行啊行，那我把好把白色羊毛换一下。百变怪不要不自在，这样我会很难做人。就是我们就是一开始御三家不是没有吗？就是请杰克交一只出来啊，但不可能太 OP 的啦。对吧、啊？先指一步，这个感觉就……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像你看我刚开始拿的就那个紫薇捆绑的铃铛响啊，对啊。
很可怜欸，很可爱、欸。他很可爱啊，可是很吵又很可又不是，我说你选他很可爱。好好好，不然如果是你，你会选什么？就是如果是超能力的话，超能力吗？对，我还是凯西欸。可是凯西只能瞬移，不是吗？刚开始。对啊。可是你可以顺到他最后用舍身去打、啊，哦，对啊，死了再去乔伊中心再顺那个几次嘛，好像也是哦，对啊，那就是史拉比是雪拉比吗？对啊，可是刚开始不能选吧？当然不可能选神兽啊，这个太强了，太强了。哎、欸，如果在二周目或什么的话，再选你会选哪个？再选。我会想要冰欸，想要冰、喔、虽然冰被克爆，但是我觉得我实际去抓发现有很多冰的宝可梦我蛮喜欢的，对不对？对啊，欸，这个代这个世代应该有冰九尾吧？冰九尾有啊，都有冰六尾了。对啊，就冰九尾很赞。哎呦，懂布置哦，要帮你玩啊？没有，我只是在想说怎么样让它看起来比较好一点。好啦，全部都变红色好。我原本想说要留一点白色的，啊，掉下去了。好了，多谢阿力。那、啊、请问怎么出来？你这是没有门？有门啊，有门。哦，看到了。猜猜门在哪？嗯，我是谁？你、欸、蛋蛋有蛋呢？好。蛋蛋有蛋。哦，有欸，开始喜欢米纯姐了，米拉。你们慢慢升，超能会选啊？对呢，拉鲁拉斯没有啦，白痴哦、喔。对，你一开始怎么没有先选拉鲁拉斯？哎、欸，对耶，为什么不选拉鲁拉斯？对啊，好奋斗。我不知道，那时候看到铃铛响就很想选。嗯。波哥德玛，仙子伊布的进化条件是招式有妖精就会进化、喔。对，那不就要塞招式机？也可以啊。哦、那还有度吗？还有什么？喵安？还有什么？你是说什么？还有什么妖精系的吗？妖精系皮皮啊？那个皮皮对皮皮啊，你可以选皮皮啊。对啊，或是那个什么粉粉香哦，还是什么？就那一只鸟，粉红的鸟。对啊，粉香香。粉香你可以选皮皮或皮可西啊，都有妖精哎。它是单属性，就是单一属性妖精。嗯，所以是米菲现在不知道选哪一只。对，哦，不然你选双奶仙啊、哦？对啊，玉布很早就圆童了哎。Holy she， 对啦，小莫海马的语音是 Holy she，Holy she。啊，米菲，你选那个啊，双奶仙的那个第一个进化是什么？米菲在你的台吗？他不在啊，哦、他也不在我台啊。可是我原本以为他在你台、欸，没有，是稍早杰克，哎、欸，杰克要不要上来聊？如果你睡醒的话，啊、好好笑、哦，我以为他在，我的心，要不要我抓那个小山猪在你家放？可以啊，他的语音是，哎呀，哎呀，哎呀，哇，迷春姐对百变怪爱已经到达顶点了。要突破了，完了！哦，小仙奶啊，对啦，讲一直忘记他叫，没事啦，顺序不影响阅读。嗯，奶仙小，哎呀，收草地喽！做做日常。亲密无私，我觉得一定有亲密度要练的啊。亲密度提升的方式，除了喂东西之外，就是常用它，是不是？让它升级。嗯，我的话就是给它带那个、啊，直接吃果实。哦，直接喂吃的最快。嗯，因为开场我不是也是选这只兔子吗？对啊，它亲密度要220才会进化。哦，然后那时候我们不在比的时候，我发现是我比你还要低，对啊，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狂刻给他刻过，结果我的铃铛响现在也没来带他了，好可怜，他就这样啊，他就这样被打入人工，对他被打入人工了，
黄色那个盒子是用来牵扯的吗？没有，是跟你说哪边有东西引你去的路。找到了，那个死渔夫，刚找他半天。杰克想与我对战，等我一下吧。他要跟你打架，要打，等一下再打。我先把他填进去。我真的觉得有幽灵塔之后很好，很好练等哎，开心哦。先给我看啊！干嘛？怎么了？兔兔吗？原来是要给你看兔子哦。对啊，因为我最近路上其实有遇到，但是想说它不是我的属性哎。啊，现在杰克给我了，我要珍藏，把收藏起来。这个游戏有提升好感提升用的铃铛吗？有啊，我有哎、欸哦，你要不要？有哦，我没有，我现在还没有要练那个要提升好感度，所以还好。我现在是还没有。哇，那如果有阿尔宙斯的笔雕就要被人藏了。有没有那你们有没有那个啊胖胖蝙蝠啊？摇滚蝙蝠吗？对啊。没有，没有特别。找他，我抓，我现在都没有飞行生物。代步的可以先随便抓。嗯，不影响、啊。没有，我是想说，我自想要自己就是连代步的都是。对，我懂。都是有自己的。我懂，我懂。我是你的话也是这样子，就像我现在在搞的啊。很多人说，其实我可以赶快吃到 B 那个满等，嗯，可是就是想要先准备好一只好的，再给他吃好的，对不对？对啊，我现在也是疯狂囤欸，我就是想要好的再一次灌。对啊，然后现在，但是另外一个想法是，你看他们早点100等，早点有果实那些经验糖果可以打更多，是这样子，对，早点打五星的，所以就变成现在就是趁你们的五星，然后常常我就自己一直死啊。对啊。哦，滚滚蝙蝠，讲错了。滚滚蝙蝠会在洞窟里面生，是不是？还是外面就有？外面也有，对，晚上。有在帮你抓、啊。嗯，有在抓，把它抓。刚好看到有一个，可是它就一直飞在天空中，我瞄不准它。好，把它引到我们的捕鸟网。其实我是不是？我好像有超音符，我直接骑超音符就好了。我在想什么？还是你要大嘴？还是你要大嘴？你要好像给我。哦，超音符不能骑哦，要大嘴才可以，是不是？对啊。哦，那我练一下，它应该很快。啊，我放生了。身上带什么？珍珠。哇，水哦。这里有人种果子田哦。那个杰克。因为后面要洗那些真的需要果子哦，原来如此呢。对，所以我要帮他顾那边田，讲顾香菇。超音符是二吗？看一下。哎、欸，对，超音符没有那个呢，超音符居然没有超能力哦。那大嘴符嘞，有吗？不知道哎、欸，我先去把它带等带到上面再来看看。哦，居然没有哇！真的是又学到一课哎、欸！我一直以为超音符有哎、欸。对啊，所以我才觉得你那天提议这个还不错。真的认识宝可梦，真的是再认识一波哎、欸！不然再玩的话，我们还是玩原本那几。嘿嘿嘿，要突破自我。他都是毒跟飞行，好，不用了，好吧，那我不要练他，我还是找滚滚蝙蝠好了，拜啦，你就是臭图鉴用的哦，有用哎，因为今天照那个我 OBS 其实下雨声噪音很大声，嗯，对，现在声音都没了，今天的雨真的是下很大，很意外，对对，我突然半夜。就是家人突然在关窗户的时候才发现，哎、欸，对耶，下雨哎，然后看了一下时间，哇，11点了，这代表什么？超大，
代表什么？我睡到十一点了，我没有被热醒。哎、欸，对耶，你那边要下雨天应该就会很凉。对啊，可是就有好有坏啊，坏处是我就很吵。嗯，对啊，因为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对啊。哦，有咬碎了。啊，去幽灵塔练等。好的。碎啦。我是不是要给卡比兽带咬碎，然后去练，练给喵喵用？因为有人建议我把猫老大用咬碎。哦。前面是咬住60伤害，但是咬碎80伤害。声音好像有电子音，没有，那 DC 的问题。我想 DC 最近都在搞事，对，所以那时候以为是彼此被霸凌，没有，是 DC 在搞。对啊，我们换了伺服器。对啊，昨天他们你们我们分两边开台嘛，啊，其实都有互相换播。对啊，没有用，没有用啦。对啊，这没办法，忍一忍，忍一忍。那海星星进化，听说就有超能力了。对，好神秘哦。所以果然是要紫紫的颜色才会。你确定吗？那毒要怎么办？对啊。而且我后来才我玩了才发现，原来超能力克毒。我跟你讲，你跟我讲我才知道。对啊，我自己之前也不知道，但是我后来发现，哎、欸，怎么好像打跟毒有关的，他一下都死了，你知道吗？嗯，还是我记错，因为那个时候居然这样子。因为我的一般系真的太一般了，能克的就只有好像格斗系而已吧。我、哦、一般克的这么少？对，一般打什么都不痛不，就没有说到很痛，没有什么效果，嗯、就这样，好神奇、哦，这就是一般般的一般系。可是我记得一般的宝可梦算多了吧？基底没有，还是草最多啊？最多的是飞行哦，飞行最多哦，飞行混很多东西啊。这个迪苏是什么？迪苏是冰，迪苏是冰啊。他一开始是什么？忘记了。他一开始好像是拿一只水系的吧，然后后来说要转冰。哦，对吧、啊？然后他们说一般可以学很多技能。看呢、欸，一般不是被格斗打爆，哦，格斗克一般啊，对啊，白痴我在想什么？像一般是克什么啊？二属性吗？好像也不是吧，真的是对属性相克，一般只有被克，所以就说，其实一般就是，被打的分。年刚打一般只有一半，然后幽灵护克，对，这样子。然后，但是我的大奶罐有的，他的个那个什么，刚好是可以达到一般那个，他不怕鬼，嗯，那个胆量吧，等一下，对他胆量，一般没有克数，难怪你会说是困难模式。对啊，其实那时候也很多人反驳说，其实一般很强。我说不是，前面我要打什么？前期会很痛苦、啊。对，然后那时候你们不是就只有我活在这个世界，你们全部都在小雨的世界吗？对啊，你们都十几等了，我还在四五等。因为你只能靠冲撞啊，或者什么的去练。对啊，然后我身上每只都有电光一闪，你就用电光一闪去磨啊。一般血量很多，对啊，但是那些都是卡比兽极力，但是很难抓，很难遇啊。对啊，现在玩到第几天？第四天，才稍微有开始感觉有成长起来。他们有人说什么？感觉你可以玩玩看请假王。请假王？嗯，我是有一只设为的懒人赖啦。不知道他们刚刚讲的，我是。像我超能力的话，就是其实有精神强念就很开心，嗯，就是点一下，基本上就没有被克爆，就是直接碾过去。
小鸡一日推理鱼王，在那边跳。请家王就是用力干一拳，然后换子，这样子哦、喔，那么白目的吗？打赢就好哦、喔。好啊，我也来搞一只好了。他们是说请假王是特殊用的，对啊。老翁龙，我有看到老翁龙啊，可是老翁龙好丑哦。我要兼顾审美跟实用性的，兼顾可爱。对。后来想想，我的队伍也很多啊，你看胖可丁、大奶罐、卡比兽、麦子吉利蛋。哦，他的特性是懒惰，不可以连续打两回合。哦，太贱了吧、哦、打你一巴掌说换、欸、人了，然后仇恨给下一个人这样打哦。欸，那我是不是有一个，我是谁，我的那个长耳兔有一个技能是只要给下一棒的时候血量会回复。欸，那都在打这样子对、欸、嗯，我原来海星星进化是用水之石哦、喔、我以为是等级压上去、欸、啊啊！你没有水之石要我给你吗？我等一下回去看一下。那我先练别级。那呆呆兽变成呆咳兽嘞？呆呆兽、呆咳兽等级练上去啊！等级练上去嘛。好，那我先练它。我应该是有，不确定。啊，自己打了。嗯。咦、欸？对，我的对，哎，多边兽怎么招啊？观众在工作台上招就好了嘛。哇塞，不是现在有一些招式也太神奇了吧？有一招是什么？就是因为通常冰不是打水属性会就是打不动吗？怎么会有三十几句话哈、啊，看起来很像。嗯，冰打水这样。打不动啊，不是打不动吗？嗯，他有我刚好学到有一招冰属性的招式，说打水是效果极佳，什么鬼啊？对啊，那就是专门打冰的啊。嗯，精神冲击，感觉精神冲击应该是还好。冷冻干燥，其实繁星的宝可梦能报恩就报恩。嗯，我知道，可是报恩是怎样啊？友好度越高，打越痛。哦，可是那我的那个，我连打极具巢穴会死掉啊，死掉又扣一啊，就觉得难过啊。嗯，那如果满等的话不能升级，那要怎么加好那个有感？不是有感，好感度。对啊。碰剑可以碰这个指令可以射几个？五个。哦，真的假的？嗯、那我是不是这边也可以设定一个？哪里？你常抓怪的地方吗？幽灵塔。哦，有啊，我们那边几乎都有设啊。我每次都用走的、欸。你好拼哦。不是因为我一直有碰剑碰整射一个，哦、就这样不是比较合理？然后吃果子补，再用那个带把它练上去吗？哦，那报恩的话是不是要用招式集？你要不要进来讲？你要进来讲？怎么设定第二个加 ？H 痛 ，Z 痛，然后空白，然后打你要的、哦、空白二是不是？哦，看你啊，不能要两字元。好，哎、欸，你再说一次。你像你搞不好你那只宝可梦你练攻击速度好了。哦，看懂了，所以你可以去吃一些减防御啊，减什么的啊，哦、就跟你的 EV 没有相关的，你一样会补亲密值。哦，好棒哦！哎、欸，那你那个果实要怎么让它催熟啊？没办法，对不对？他没办法。哦，害我一直拿喷壶下面玩。他只能慢慢的，你用喷壶，它只是增加它的产量。哦，是啊、哦。对，那还是喷一下比较好吧。预设是五个啊，五个你有一直用的话，好像最多是十个吧。嗯，对啊，他等待好像是，我又忘记，好像限时片还是什么的。啊，有人说什么游戏时间三天呢、喔？差不多一个小时。哦、嗯，好扯哦，好扯哦，好扯哦，好扯。等你那边中大偏一点。有啊。我有看到啊，
今天一直去你那边，有事没事拿喷壶在那边喷。主要先那个量先起来，然后就大家就会有。好啊，耶！啊，这个送你。哪一个？你爱啊？你掉下来，滑雪鬼滚鬼子。叉叉叉叉叉叉叉，送你。给你了，给你了，在你身上。哦耶，谢啦！你知道什么吗？哪一个？你不知道就跟我谢。天哪、啊！我有看到水之匙啊。哦好。我要五夸的。万一是什么三连单之类的，跟我讲谢谢。然后谢啦，然后甩在你脸上还你。谢啦，谢啦。给他用是不是丢出来，然后按右对他按右键？对的，对他影子按右键。进化，一般系神技，以掌奇袭。那个不是有人说什么双尾怪手教练？那时候就是出来赏他一拳。嗯，他是因为他先制造，他是还蛮前面的先制造。嗯，是换出来先赏一招，换出来先赏一哦，就是天空的招雷弹吗？换一只。放一只那个什么怪出来，先承受2000伤害，因为他那一招是对方一定会畏惧。天哪、啊，我起跑是海星，看起来在虐待他哎、欸！你那个起法是因为那个特别篇？不是，我觉得很好笑、欸、我知道，我知道啊，他是横着的啊，欸、他很帅哎、欸，他你那只能飞吗？你说我海星星吗？不行啊！哦、好吧，啊不行，因为那个特别篇的海星宝石海星是可以飞，应该说漂浮啦。哦，酷哦，太霸气了！天啊，我们都很会虐待。我刚刚回去了，他就在这边。好，喵，哎，离不开。打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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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下就死了。什么一下就死了？那边啊，这里的怪啊。对啊。哦，我现在都一下就死了，在刷。你是因为背一下就死了。冰霜行者当人要吗？现在吗？叮，到哎、欸，都不知道里面的怪这么的好动。嗯，你就是其实站着，他们就自己来啊，很棒哎、欸。对啊，自己跑来打人。再来啊，来孵鸟，不是来孵蛋。孵蛋，来孵蛋。这个塔，这个当初设定宝可梦最高等会是升到几等？我要看，它有个固定值。好的嘞。你知道那边原本没那么贵。是哦，双尾怪兽。我不知道它加量不加价。加量不加价。红魔力树还在，还在啊。服了，我想要灭亡之歌，我先被灭掉了。一下这城市15到30的，嗯，上面这里是25到40。都要打 boss 吗？没有哎、欸，我现在还在开心玩。哇，我直接被克数克爆，全趴掉。哎、欸，月之石怎么来？挖山上的矿啊。挖矿就可以了。你有挖很多吗？你是说石头吗？对呀、啊，没几个。我的火的碎片比较多，因为那时候在岩浆吗？对啊，对啊，还没进化，还没。然后有点慢。我想要灭亡之歌，
我也想灭亡之歌。我是已经有了，但是他速度太慢的。我的电属性就只有阿尔宙斯可以学哦。我也是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给一个神兽学灭亡之歌这样好吗？对啊。啊！你这个姐姐又没唱到，我要被打爆了。这是我们的命运。今天真是知道二属性超克超能力。课包，我们现在没有人玩二鼠嘛，对不对？没有。你的员工是？他是格斗啊，有魂道啊。对啦，还有魂道一些。唉，这打二鼠很痛。去抓一只毒篮球就可以了，一般加二。我抓一只什么？毒篮球。对，有。毒篮球。我人叫我去抓个直冲熊还是什么的。我其实有想啊，只是他真的不是我很喜欢的外观，嗯，而且他名字就很不好听嘛。对啊，这是谁在打？马伊在打，泪眼兮啊。跑步机放冰砖会比较好哦，那要多打一些那个。大蛇背，欸对啊，以前我们其实是底下放那个花的块啊，对啊，我怎么每次都打 PC 啊、CP 啊嗯，好啊，奶罐姐姐可是冰块上面有东西遮住，不是不会融化吗？我是说冰砖哦，对，冰砖比较快，没事。冰砖，对啊，冰砖不是就不会融化了吗？啊，冰砖比较滑的比较快一些些。哦。我后来在想啊，嗯，虫系到底是克什么？格斗。好啊。草是哦。虫吃草啊，对啊，你就这样记啊。有些东西，有些它就是物理的东西。但不过电克钢，我还是真的是转不过来。对啊，为什么电会克钢啊？是因为导电吗？也不对啊，我也不太知道。虫也克超能了，我觉得虫也被很多克，不是吗？虫克超能吗？有人打的。我怎么记得是我打超我打虫的时候啊，虫克超。那为什么打虫的时候也是效果绝佳？看你用什么招吧。我也是用超能力招啊。这哎，是我的颜色，杰克给我的颜色。没有，等一下回家找一只蜘蛛来打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虫克超能哦，那就是蜘蛛可能有别的招式吧。奥比进入了，有没有？跟我讲，我问一下他要射尾吗？不是没有。什么射尾？他的骑士那一只啊？嗯，是哪一只？小仙奶的射尾吗？他真的是拿小仙奶啊！有那个外观，他应该会蛮喜欢的。就是一个可爱的奶油。他一开始跟我说要那个限制衣服，我跟他说那是衣服哦，不好意思，一般洗哦。一开始就要拿进化版，一开始就这么狠，太狠。然后说，要那个时候，我就那时候要跟杰克说，杰克，我想要露琪亚。一开始直接要神兽，我直接没有，每人一只阿尔宙斯，继续搜寻石板，就只有我不用搜寻石板。好笑！星球雷电失败。你那是还不是吗？我看你是偏黄色哎、欸。那是一般属性，没有失败的样子啊。他，你刚刚看到是色尾啦。你的阿尔宙是变色尾哦、喔。对啊，他就有浅浅的黄色。太狠了吧？在安慰自己吗？有冰河徽章啊。你这样子安慰自己的吗？
对啊，因为我没有雷电石板，我不能用啊，我整齐啊。你按、啊、你那个色围换了之后就不会像你说的那个，哎、欸，可以换什么忘记了？个体值，宝可梦球外观，嗯，体型，嗯，性格，嗯，性别，还有色围，都是先天对不对？都是先天，改先天。OK，OK，冲浪。我要好好宝贝球外观已经进格，还问我说进化还会不会是粉红色？不要让它进化啊！干嘛？我自己去查哦，去查哦，查一下。我也是黑色。黑色色交了，应该是黑色吧？我不知道哎、欸，它好多资料，因为双眼线它有超级多种的样子。对啊，我记得有七种不是吗？各种口味啊！啊，干，怎么真的有一只混进去了？嗯、你怎么混进来了？啊！死去！五 V 的出来啦！哪一只啊？娟娟哦！哦！到六 V 就可以直接灌了。然后我想到为什么要孵蛋呢？嗯，就他接着说啊，这样子我们就一直喂金冠就好啦，对啊，啊，有个东西叫蛋招，那个之后在孵蛋的时候可以获得。蛋招什么东西？每一只都有蛋招吗？不同的蛋招啊，每一只都有。对，就看你有没有想要去学而已。好，所以是孵出来就它会有特殊的招式可以学，应该说遗传呐，你用遗传的方式让它学到，比如遗传招式啦。对，因为稍早，其实他们说我的胖丁也可以学到灭亡之歌，但是要先跟什么咪对吧？阿普拉斯先跟谁生，然后再用那只跟我的宝宝丁生。阿普拉斯是叫蛋招哦，对，这就是遗传啊。哇，那这样还要去查出自己的哦，玛丽露对对吧、啊？就是玛丽露跟那个谁。阿普拉斯，嗯，对，然后再生出来的跟我的胖丁生，哎呦，像早王要会自我再生，也要经过好几段手续啊。对啊，这就是蛋招。哇，那要去做好多资料。对啊，因为这个没看，真的不太会知道哎、欸。主要是蛋招啦，就如果有金冠什么的，你觉得那个他原本的 IV 没差，那就可以没差。但是蛋招就有差了。只是蛋招的话。这样就变成是你要。应该是要优先先要想办法遗传到的那一只的数值很好，然后你再拿它去跟另外一个数值很好的配，然后再生出数值很好又有蛋招，这样子就很省事，这样也是可以啊。手续很多，手续很多。我记得好像像陨月的盔甲那样，哎，雨七是吗？我觉得。盔甲鸟斩啊！盔甲鸟的羽漆它是蛋招，还要跟其他的像是长翅鸥啊，其他的宝可梦进行交配才会有。嗯，
重新整理。哦。哎，对，问一下你啊，要跟影月问说，那个啊，特高司机啊，嘿，对吧？蚂蚁没有啊，因为蚂蚁的龙属性他练得有点困难。啊？为什么前期会被弄爆吗？因为他一开始以为是我带身上可以用，我说不仅是要带在身上不能使用。所以他只能第一只放出来，然后再换下一只打。哦，他还没有那个第六代的那个。对啊。哦。那真的是练得很困难。对啊。就只能先练一只一只慢慢来。所以我很早就去捡垃圾了。我记得我好像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捡到了。就真的很。很突然啊，很不一定哎、欸。对啊。哦，我的雷七珠第一颗完成了。秀嘿秀，嗯，哦，有了有了。就再去抓一下好了。啊！蚂蚁感觉有进来玩之后，应该感觉应该也会速度蛮快的吧？进展很快。那他看他，我觉得看他也蛮新的。他对啊，他菜菜的。嗯。你是说对属性吗？嗯，没事啦，我也是只知道基本的，我连重刻超能都不知道。继续孵蛋，来孵起来。地书，地书要五星东东。天面币。嗯，我还不能五星东东。天面币。好啊，我去打。我需要徽章。哦，蛋蛋好会生蛋哦。哦，他是不要的哦。他说他没办法打。就蹭啊，没差吧？对啊。你刚说就进来啊，蹭啊。打一打是不是就起次？哦，去幽灵塔一大堆眼泪啊！丢掉啊！我要把它丢掉了。丢掉。哦，有人给蚂蚁学习动作。哦，赞啊！他给了吧？我不是，我给的是你。我给的，我给的。阿基啊，我刚刚阿基在聊天室有打。啊，你好棒哦！你好棒哦！他今天要来打前面 B 哦，哇！对啊，来来来来来，棒棒棒！最神水的水洗宝可梦，他真的很神水啊！迪叔没有要啊？迪叔不是要蹭蹭？你帮我们打字好不好？我们再动，对吧？对对对，迪叔去蹭蹭。嗯，看米菲史蒂夫，菲史蒂夫 ，yes， 哇，大剑鬼，大剑鬼，大剑鬼有兵吗？我不知道，找一下，我记得是谁。大见鬼！他应该还八？难道他还没有？还没有兵吗？吃水系，吃水系。他难道还没兵吗？
这一阵好黑呀、啊。他水系，对啊，他没冰啊。要够够吗？还是他现在看不到打字吧？应该是跨博吧？走吧。哦，这里有个宝可，宝可梦球。很烂脸颊。干死，死了。就是哇，他比我快，太狠了。CK 啊，是谁？他最终进化。那时候看到他的第一印象是，总会有个数码宝贝放进来。这真的还蛮像。对啊，跟那个谁哈利利一样。哈利利。那他叫他进化叫胖胖哈利。嘿。感觉好多宝可梦进化之后都越来越大只，越来越胖。可以看一下我们苗条的千面 B 一啊。对啊，他是越来越瘦，是不是？他是很挑高的，修长，修长，还很深水，很深水是怎样？因为他是就是小小的水箱，咻一下就没了。对啊，他这种狙击。哦，嗯，他手用小小的水，然后去。造成一个大量伤害，怎么好像有一点印象那一只啊？他是第八世代剑盾的、啊、那个、啊，嗯，泪眼蜥最终进化 啊！我那个时候好像就是选他，然后我还忘记啊，你完了，哭了，我好像就是选他。谢谢杰云超级留言，我看到蝙蝠了，他还叫水水踏，是他自己练上去的、啊，可是他这只没兵系耶。好啊，要跟他说，完蛋了！我以为你那个时候有给他一支冰的、欸，哎，我有啊，我给他那个、啊、海豹球啊，那他要他用海豹球啊，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说，迪苏，不是啦，你是冰系的。不是说他学冰系你就可以用？哇，百变怪！我出门全部带百变怪咯。全部带。哎、欸，其实你带百变怪可以啊。冰冠、蝙蝠，抓一下。哦耶！哦，没抓到。嗯，输啊！耶、yeah ！耶、yeah, ，我可以飞了吗？大见鬼是什么？你刚刚，见鬼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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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骑吗？还是他要进化？跟什么？跟林羊？有那个坐骑三羊的进化，啊，被怕了，啊，蝙蝠一阶不能骑哦，我好难过。他那么小只，是要他的二阶才可以吗？嗯，你是说滚滚？哎、欸，他叫什么？不要滚滚蝙蝠，哎、欸，他不要吗？因为我想说他是超能力的。然后听大家说他会飞，他会飞啊，他没办法带你飞，所以不能带我飞吗？所以我只能去，好了，那我要去抓巨精怪咯，还是巨精怪也不能飞，他还不能飞、欸，巨精怪可以吧？可以啊、不行吗？巨精怪可以吧？巨精怪可以，那我要去抓铁什么碗咯？那个你去那个组织就有一个冰原，那边很多，好，
你去什么闪耀冰雹哦？哇，我都不知道这个地形，我都取了这么的中二。哦，你自己取的啊、哦？这些地形都你自己取的、哦，对吧、啊？哦，哇，我还想说这个是谁取的，这么的猛？很有艺术吧？原来是你呀、啊！很强。我在没有，他有一个英文在，然后我就大概这、oh. 以这个英文，然后去想一下，有一个什么扎利亚悬崖，是那个时候你在玩扎利亚吗？没有没有，那他这叫扎利亚，他这叫扎利亚，然后什么悬崖，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翻，我就好像是扎利亚悬崖了。好酷哦！那么什么繁星拉斯寒极，繁星最爱的地方，哈基最爱的地方。有一些我就不知道怎么取，我就用宝可梦，然后再加个地形之类的。等下杰克，你是说闪耀冰毛这边会有巨精怪啊、哦？会有白天吧，会有那个铁亚林。铁亚林，铁亚林啊，我想错了。他的语音是很痛，就听啊，听。那你有一张地图叫大自然的艺术、欸、到底是什么？对啊，你自己过去看，它真的是艺术，它平平很大。一片都是平的，够意思吧？自然的意思，看起来太困惑了。说铁腕铃是很痛哦。他会铁腕铃，腕铃是谁？是几岁的腕铃？腕铃是谁？铁腕铃啊！铁腕铃这边有冰呢、欸，反正你有没有丝绸之处啊？冰毛地，我没有丝绸。哎、欸，小雨，小雨去挖，小雨去挖。好。那个孵蛋机用的话会比较快。哦，孵蛋机用会比较快。对，我们以前就是放孵蛋机的啊。我们这不是要做一条那个高速公路？对啊，啊，下面其实都有放冰哎、欸，你知道吗？哦，我忘记了，太久了。没事，你忘是正常的，因为那是我放的。那是不是不好遇啊？该不会跟迷春姐几率一样吧？哦，你敲好快哦！你是稿子，哦、效率三。我是斧头，挖不动。哦，白痴哦！想说你的那个怎么那么慢？我说冰块不是敲很快？就这一块过来挖、嗯。那你挖好了。我挖。打扰他们，其实不会啦。恩迪叔想要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吧？什么东西？啊，迪叔啊，他说什么迪叔不进来一起玩？没有啊，搞不好在做别的事情。对啊，就顺便练啊，对啊。哦，就是开台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有观众这样问。对啊，其他有别的考量吼。对啊。像有时候问团团总不一起说啊，人家可能比较想要聊天啊。对啊。没有啊，就是我就一直跟他们讲啊，就是前面想说跟你们。难得单人聊个天啊，结果你们都这样子，好啊，那我就去通话阿姨。好了，来吧，来，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就哎，啊，怎么现在没有铁亚里啊？之前这边对啊，我这换好久都没有、欸。你等下午或晚上的时候吧。哦，嗯，换不同时段再看。现在不是他的出生时机。为什么冰鬼户？鬼户是那个、啊、血童子进化那个，对啊。冰鬼户是之后就没有不能再进化了嘛，对不对？对，它有一个大大的脸。嗯。你还带大见鬼？好，见鬼啦！你还大带见鬼啦？好吧，要等吧？还是走了啦？等下出去跟他讲一下，最后一次。不可以大见鬼。我把你的大剑鬼没收了，好笑。鬼啦！要很多吗？嗯，你知道想盖多长？我不知道耶。没事啊，反正大家住多远。晚上要吃什么嘞？开投票啊，反正投票只是参考啊。哇，每次仅供参考，直接都是吃最贵的。对啊，
那我要全部都写最便宜哦，比如便当、鸡肉饭、卤肉饭。对对，后面突然一个某某泡面，不要再某某来光吃，我不要。不是啊，就是泡面、牛肉面、便当、三妈臭臭锅。啊，那我觉得我会自己直接写三妈臭臭锅。不错啊，好吃啊。吃完全身臭公公，臭臭臭哦！还是你要去三锅臭妈妈？不喜欢，是喜欢那个梗图。那个第一次看到我真是笑死，白痴！我领到了。力量护腕，那叫什么的？那五倍券，那边是五倍券，我还没去领五倍券。你还没领啊？可是你是预约的吗？还是？对啊，预约的。预约超商哦，那应该还好吧？如果连预约都没有，他说什么？哦，怕人太多，前三天先不要去领哦。我跟你讲，其实根本没啥人。真的啦，我想说，反正我明天要出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以为第一天会爆多人，就其实根本没，结果后来超多人呀。对啊，反而是后来更多人。误会了，误会了，误会。我觉得第四天最多人。对，我有一个预知未来，好酷哦！哇，找到你了哦！最辣。阿纪吸走了，怎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看到。我看到，你吸我的东西吗？对，什么都没，什么东西？过分哦！你是会吸碎片吗？哦、哇，你怎么那么清楚？你很清楚呢。我弟啦，那是我弟啦，又是你弟。谢你。哦，他弟哦。阿弟张不行啦，不能这样呢、欸。阿弟张不行啊，弟弟。弟弟，弟弟，不能这样呢、欸，弟弟。母汤呢？哦，金属怪，你乖一点啦。真遇到了。对啦，他好坏。哦，这个金银冠真是很多哎、欸，我已经有13个银冠跟6个金冠了。是，你是打极具洞穴出的，是不是？对啊，对啊，很多。我现在是只有银冠啊，金冠没。真是，只要去调好技能就可以了。不用练到100等就可以了。对啊，就是不用去用浮玉去，调 IV 啦，主要是学弹招什么的需要而已啦。但基本上用银冠、金冠就好。嗯啊，卡 bug 了，救命啊！救命啊！啊！你推我太快了。那你只能用，你能用他们？你的大剑鬼快被没收了。为什么会被没收？为什么？完了，进不去。真的，在放出来我也见鬼，你知道吗？我以为都……嗯，连生存都是。哦，好棒！我讲话就有滋滋滋，对不对？雨声。哦，完了，掩盖掉那个雨声，但是你的声音会变得有点压缩。哎，不是哎、欸，这只怪都不听话，怎么办？哪只怪啊？怎么会说怪？它是宝可梦。这只宝可梦很不听话，完蛋了！哇，完了！忠诚度的问题。他不进去宝可梦球，
他要把自己搞死了，他不好抓，他真的不好抓哎、欸！你不要再，他就是会挣扎，对，是吧？挣扎就是舍身攻击，完了，这次要被他自他要把自己搞死了，所以要么你就丢大神球吧。我没有大神球，你还没打完那个是不是？我还没。那我等一下应该先去把它打完之后再来。你应该还没还我吧？对啊对啊，我要还你。那一天要拿给你。我可以明天去抓闪电鸟的。我可以现在就拿给你啦，在不上场。可以拿。我要去打大师了。那只巨金怪，哎、欸，那只金属怪很不听话，啊，他死了。嗯。平时练的也不能用，是，对，不能，没错，一直拉高自己的队伍平均而已，没错，哦，对啊，所以看我们都是同一个，就基本上就是一定会含到那个属性的才会用，你可以混到，把它当工具而已啦，对啊，像他们有拿来飞的啊，或干嘛，拿来孵蛋，就这样。Huh? 不能拿来战斗，他不能 fight fight 对，你要拿他 fight 你就只能逃跑我们就这样子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以为是什么比赛哦，这是迪叔的声音啊，对啊，叔叔，大家觉得你的声音不像平常吗？怎么有人拿到融资石板，好扯哦，好扯哦！马伊拿到融资石板，阿佐没有电子石板，阿佐没有水的，我也没看到。我有妖精石板，那你到时候可以给另外那个。首先，他要阿尔宙斯，因为你要说那个我要幽灵石板，我要幽灵石板。杰克，你阿尔宙斯是砸球堆上去还是大石球？大石球。哦。这个世界大师球可以拿到几个啊？就是保底的，看你脸啊。你说保底哦，训练家保底就是那个弟弟吧？哦，那小云找到了、哦，对啊，我昨天找到了，后来在哪？在哪？哎，那我去，然后你传我。野鸠团喽，要跟那个弟弟打架啊？我要去跟那个弟弟打架。他有很强的鱼哦，对，他有很强的鱼。那个鱼真的是鬼、欸，你们都打了、哦，加二十，我还没打完，我还没打完，但是他真的是鬼。你能想象一只鱼对你用劈瓦吗？我可以想象，打雷，还会打雷哦。一只鱼会喷射火焰吗？啊、那鱼会喷射火焰，那鱼跟鬼一样。莫名其妙，那个鱼有几招啊？天哪，它是大剑鬼啊！对，它有六只鱼。哦，他六只哦，好，他有六只鱼啊，打到头破血。啊，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怎么了？好了，我一样来到这里。再来想一下万圣节。万圣节，就弄个小活动哦，出啊！不要再震了，很恐怖啊！我到了，好。等我一下哦，好不摸枪人偶，你永远的神，哇，太棒了吧！不同维度哦，在主世界。睡啦，困起啊，好困啊。
耶、yeah! 我打死球了，我要去找巨精怪。真的要在巨精怪哦？没有啦，我后来想想好，好像很浪费，很浪费啊，很浪费啊，一度浪费。我还是找一个，我还是找一个，找一个神兽抓好了。超能力系哦，超能力的神兽，我是记得露琪亚有啦，印象中，但是其他我就不记得了。哦，有啊有啊有啊，有没有梦想去抓个梦幻啊？哦，对啦，我要抓梦幻，然后我要把它变超梦。梦幻不知道好不好遇，就是丛林的那个遗迹那边，嗯，他现好像现在是限定在丛林的那个神庙里面，是一定会有一只吗？出生点在那边，出生点，他出生点是固定在那里的。哦、好，好的。看过丛林，你说生存世界都还没看到？对啊。打完了、哦，说谁啊？说你音乐啊？拿球 K 他是不是？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怎么了？他怎么一直火焰了吗？没有，他怎么一直在换鱼啦？他疯狂换啊！他会疯狂换。你没有一下把他打死，他就狂换了，超讨厌！我那时候还在睡耶，超白目。好啊，睡我啊！睡要不要打死？太扯了，太扯了，太惨了，太残忍了，太狠了，最强的鱼王，哇，火把好多哦，好赞哦，对啊，幽灵塔，幽灵塔送火把，对啊，以后缺火把去那打就一堆了，没有再用火把了，真的假的？我们手上有照明设备，你要不要一根电杆啊？哎呀，我感觉好像不错哦，那就拿在手上。对，然后移动光源打开，你就再也不需要火把。对耶，反正也不会升怪，除了升怪钻。没错。升怪钻我们遇到一定会避开吧？我是敲掉了、欸。哦，我是避开了，我没有敲。哎、欸，打完了、欸。我没有遇到，我没遇到喷射火焰，我是遇到一直睡的，狂睡猛睡的，操！感谢打大师球，打有一个滴滴，你打赢他，可以拿一颗大师球哦。你可以踢踢我，他自己也不知道。你可以去挑战超乎你想象的鲤鱼王，没错，特殊的鲤鱼王，不同维度，主世界，在主世界，很酷哦。就是这个弟弟，啊、弟弟，弟弟，弟，梦幻可以骑吗？我不知道、欸，要问你没有抓不行，超梦可以的，对，梦幻不行，超梦可以，梦幻不行。我就想，也是啦，梦幻那么小只，为什么你观众都整天要骑人啊？对呀、啊，好怪，很凶哎、欸，人家是120等号。因为你的那个啊，最高的那一只，你的最高的加20，哦，有人要需要帮忙了，四星洞穴支援，减四不包含他自己是不是？减四包含自己是不是？怎么减四？怪怪的呢？你不要你哦，怪怪的，怪怪的。哎、欸，他是那个什么红河啊，斋月龙，
塞鱼龙、哦，我来了。等一下，这个好了，慢了，打完了。你用什么打？你用什么打？二只波动吧。二只波动，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啪六下没了。好狠哦。对啊，这没出乱招。你的速度太快了吗？你哦，对你应该速度很快。嗯，没有，那一个是亲手打不赢，但是你有玩过一阵子之后就打得赢、嗯、走喽。走。哇，音乐来了。木脚，因为来不及。哇，很烂脸颊，很烂。你们现在是不是几乎第一次宝可梦都一百等啊？没有，我一百，没有，我在八十。是哦，对啊，我是糖果灌满的。哦，糖果罐上面也是灌上去。嗯嗯哼，我是大奶罐，我没有糖果罐。能量球，现在两只啦，两只一百，一只皮卡丘，一只雷伊布，伊布欸，胆小雷伊布，对吧？他是性格胆小。我记得你那时候不是就说你想要胆小的伊布吗？对啊，就那我那天就昨天礼拜日，我就蹲在那边抓，一下子就抓到了，运气还蛮好的，好爽，好爽。胆小的雷伊布是有是很好，是不是？减攻击加速度。哦。因为雷伊布本身的它的速度本身很快。哦，你就变成是一定会出招，前面出，就是、基本上是可以先攻了。爆了。干爆了！哎、啊，爆了！爆！那没人抓到，没人抓到。哇，你没吸到，刚刚有特性胶囊还是什么的？嗯，有一个特性胶囊，没关系，被清掉了。很多。哦，好吧。是没人抓到。特性胶囊我叫28个。你叫虫哎。我要去甜甜圈，甜甜圈逛一圈。你是要盖道路，还是要去搜刮一圈？都有。小雨的甜甜圈农场。看着，如果就是那种一心两心，我就自己把它打一打。甜甜圈，我直接放输送带，有没有？走过去，直下一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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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轮，冲太快了。那、就是有到站的，就是那个啊，改那个啊，零六的版，可那个度要改成两条呢，才能来回呢。一号甜甜圈，没有啊，你就他就是单行道了，你就单行道啊，反正我们可以后嘛。那中间插路，大家自己看下去呢。嗯，哎呦，龙系真的还蛮苦的，没啥选择。谁龙吗？龙啊，龙选择比较少一点。听说撑过去了就很神了、啊，可是很强啊，龙都、啊、那其实前面太苦了，大器晚成啊，对，还要努力。撑一下，像妖精也很少，可是不知道妖精撑到后面，克莱龙属性啊，哦也是哈、哦，对呢、啊，克莱龙属性、啊，克爆，龙完全不能打他，一物西洋一物啊。你们现在钱多少啊，小雨？我五万了。我现在很少哎、欸，现在剩下3万块。2万，好多、啊。我10万拿去转性别了。那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可以直接转性别了吗？
什么？他那个啊，徽章，那个徽章。你有打到冰河徽章吗？哎有，他超多。有啊。四个可以换一个转性别。可是你今天跟我讲说要花10万块啊。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放这东西上去啊。太狠了、哦。你是今天才换了、哦？你早买。我今天去露营前，他跟我说你可以花10万块换哦，那我就换了。我现在你回来，他跟我说你知道可以直接换吗？太狠了，10万还来，这是时差好不好？没有，早买早享受。早买享受啊！早买，你先享受了，你多孵了几颗蛋啊，对不对？哇，没有啊，我就去露营了。当你享受到了，好不好？你是这个世界第一个转性别的宝可梦，哎，要这样想。你是转了哪只啊？他的那个啊，西斯海伦。哦、那個啊，你想要他是金的，我一直觉得很不爽，我把他改成母的了。你要孵一大堆雷拉雷拉的。没有，我没有孵他了，他已经吃金冠了。啊？所以你能打到很多、哦。我现在两个了。本来要四个啊。可以啦。所以一个等于是多少？一个。25000。25000。嗯。看一下、哦。这个就是财富密码。那个去哪里换呢、啊？那个商店，主世界商店。哦。那边有一个，他好像又变成转蛋，好玩的，我忘记改他名字，算了，没关系，反正你换的东西是一样的。哦。没事啦，没事的，不会痛啊，10万块而已嘛，没事啦，再穿就有了啦，每日对，每日再多结几天就有了啦。怎么？哇，我好穷哦，才6万块，而且我是没有像小雨说花10万的这种，穷啊。穷啊！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去中介、啊。中介，我那个异世界，我可能都要整理一下，它好像怪怪的，会导致你们会碰撞。好、啊。我先备份一下地图。好的，你备份了吗？没有，我会直接备份。你们玩没事。哦，你们就继续玩没关系。那你们继续玩呢、啊？再玩呢、啊？继续啊，没关系啊，继续、啊。备份我的啊，然后我备份我的啊，你多回溯嘛，对不对？啊，不行，没事啦，我在铺海上天天圈那里。宝宝丁进化的样子，啊、白痴哦、喔，没改名。所以，繁星那个胖可丁后来跑去哪了？我的胖丁就不见了啊，就直接消失哦。对啊，啊还好那天我有多养一只，对啊，好小只的哦，好小。嗯。嘿，我家肥可丁。Faker， Faker， Faker， 哎，你要鱼吗？还有放你家好了。好啊。你鱼放哪里？鱼是中间吧，那个什么熔炉旁边那几箱，你看一下。哦，好。这是鱼市场吧？嗯。然后赌世界也有一些村民可以跟他抬杠，看他给你一些什么任务。赌世界有村民，就是阿北那边啦、啊，阿北那边。哦，我要接任务。有空没空，你可以去找他们聊聊。有空没空？没空没空。来聊天聊天。没空没。对那个 S， 那什么250只。那个频道是什么？那个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直接可以直接删除掉。我觉得他那是他没写好的任务。
他怎么那个吧，取消吧。所以我们在讨论，他就说他感觉他完成了，然后他就说该不会是要四个小时内完成吧？现实任务，现实任务。哦不，不怕你爬这么狠吗？应该不至于吧？就每次任务就已经够狠了。对呀、啊。你能找到一座神殿然后告诉我吗？是什么神殿、啊？哎、欸，对啊，我也都没找过神殿。神殿是指什么、啊？闪电鸟那种吧。哇，太狠了吧！太狠了。那个感觉跑图要跑超多哎、欸。嗯嗯。那主世界其实有闪电鸟的那些的祭坛、啊、但是他不，他应该不会判定吧？我可以去看看。那主世界的那些祭坛会升吗？可以啊，可以召唤，你有那些东西就可以召唤。哦，要拿东西召唤。对。哦，可以改球，可以改 cross。哦。我现在蚂蚁会飞了、欸。会飞的。对啊。你会。这有火吗？艾卢比有火吗？492好，我抓抓就知道。有诶、欸。有诶。怎么一下？GS 球，没有说加神殿。那、啊、可是为什么要删掉？因为那个只能用一次啊。是吗？只能用一次吗？我这我还对啊，那个神庙他们说只能用一次。哦，那我去偷偷再用一次。好啊，偷偷再用一次太狠了吧？我看他能不能再召唤。蜡笔，我拿什么？我先击球。哎、欸。结线贝壳也可以用，这个是合法的吗 ？OK 啊 ，OK 啊，真的、哦、OK 啊 ，OK 啊，你用啊，OK 啊，你用，你用，你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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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你用，你用。可以只招呢？可以啊。对啊，不用烧。哦。神兽哎、欸、，OK， 你那边哦、喔，那个不是蚂蚁那边，哥哥还妹妹，哥还妹妹，哦，我要带大师球了，我要带大师球了，我要去蹭分了，妹妹，来啊，帮你站啊！来，帮你站啊！耶、欸！超能超能超能是怕啥？我要用妖精打，怕二，怕二。哎、欸，我都有哎、欸，站啦、啊！走喽！站喽！好，龙超哦。雅思加油！要跑，你呢？哦，龙超落幽灵哦。那我都克他哎、欸，交给你啦。克烂呐！我的雷伊布有学暗影球。我真的想学十万
啊。阿蒂亚斯龙飞，我真的觉得飞行真的是太好的一个属性了。对啊，只要那只宝可梦会飞，就一定会配个飞行属性。配烂配烂。罗伯特保尔森，57只。哎，什么鬼？他又死一次了，完蛋了。没事，我们还有两次的扣打，他是坦克，他是坦克。他吸伤害，给我们打。吸伤害。哎、欸，搞不好我们可以在他盾的时候打死他。可以，可以，可以。要靠你们了，我只能一滴滴。再一轮，再一轮。哦，我被治愈了。哎、欸，我被蚂蚁的加油治愈了、欸。哇，蚂蚁好有用啊！他好会拍手。我们从来没拍赢过哎、欸。对啊，我们从来没有拍手的方队友。对啊，没有拍到回血过哎，好猛哦！我们都是假的啦啦队。对啊，我们就只用嘴巴哎，快点啊！哎呦，快哦！看要抓吗？我带大师球哎。先看你们状况，先看你们状况。我什么球？他还好，没有很爱。你帮忙抓。就对啊，我说我没有用大师球。哦，啊爆了！该丢了，妹妹没了，大师球给了呀啦，要给了吗？我说我想要幽灵系的神兽，马夏朵，还有那个啊，蜈蚣，白色蜈蚣，吉拉蒂娜，你叫人家蜈蚣，哎、欸，他自己抓到了、欸，好扯哦，他自己抓到了、欸。什么什么？蚂蚁自己抓到了、欸，好狠哦、喔！好狠哦、喔！我们电水位对不对？我可以打他。这没有没有，这一定是他那个拍手拍成功的奖励。喔、真的？那我要先击球抓了。看我的碎了、啊，我的碎掉了。好无情哦！太狠了，太狠了。我们两个电水位，三个，两个，两个、啊，至少他遇到的，他至少他获得的，好不好？开心就好，开心。我昨天白色狮子遇到也是碎掉。我遇到超多次那个彩虹小马也是碎掉，也变全全少了。你刚刚那个草就变全全少了，好险哦！但我现在也没有。对，晚餐吃什么？吃三妈啦。吃我就吃三妈的。而且他至少那也是他可以使用的，好好，对吧、啊？好爽。哦，他有龙哦。他有属性的、啊哦。是哦。对啊，龙飞。我以为他是飞行加超能。哎，龙超，龙超，龙超。摩牙彩皮鱼真的好丑，美纳斯哎、欸，哎、欸、对他还好，我不能用，我还在抓捕捉火属性的任务，跟村民接到的。村民接到那个，你只能自己算啊，只能自己算你打了几只啦。就是他不像每日任务，他会自己扣只数。哦，有成龙哎，有人要抓吗？没有。星星，那集聚的吗？嗯，四星集聚的。蹭糖果啊！
哎，我呢换一下那个。看来是没有人的。好，走喽。就吧就吧，抓到我就丢给地叔，我一只的。我都拿不动了。哦呦，好大只，他把他顶走哎、欸！好大只！哇，你飞出去泰山压顶！爆了！爆了！地叔，我很抱歉。地叔抓到了，给地叔、欸。给大家一个方便的网站。啊？刚刚我上面是有贴过的啦，这个。然后你只要点对方宝可梦的属性，他就会直接列出他弱什么，你可以用什么属性打他。点对方宝可梦的。啊，怎么点？就是好，假如你遇到了，可能沙奈朵好了，那、啊、就超能力跟妖姬嘛、嗯，你就点超能力跟妖姬的图案。在哪里点那个图案吗？它不是有个什么象性检索？你网页往下拉一点点，有一个很多属性象性点那个不是吗？哦，检索，我、哦、看到了，哦，然后就点它的属性，就点超能力跟妖姬。哦，妖精在哪裡？右下角那个哦，看到了，色灵奇那个。好，然后就跟你说他若毒幽灵跟钢啊，对啊，他不怕超，不怕斗啊，更不怕龙这样子。好，金针书签的最爱。闪电鸟五星缺二啊！闪电鸟，我去！闪电鸟，怎么会有闪电鸟？好扯！我哈基型的，好扯！哈基要抓吗？哈基型的，我可以啊！你好像很不想要哎、欸！你好像听起来没有很想要的样子耶！电系的闪电电系啊，杰克电系你也不行用啊，对啊，杰克跟影月啦，啊，我帮忙抓了。Oh. 我去拿大师球来，等我。其实我这次有没有蹭到没关系，我的那个雷气柱已经刷满了，可以自己去那个祭坛。那他好像很不想要哎、欸。没有，有这个机会，但是还是蹭一下、啊，对不对？那大家把位置卡走好了。不要了，不要了。你想要的人啊，对啊。我好想要，我超想要。拿我的姐妹来占他的位置，然后就是。拿姐妹占他的位置，我很懂。闪电鸟，电飞吗？电飞，落地，落岩落冰，落岩落冰，先压迫感进电，我看一下，等一下，我都指好了，好了，够了，哦。哎、欸，老板，
老板你在写什么了？老板，老板你写什么少？老板你 是每次打集具都不补满血啊？老板，老板，老板 NPC 吗？好像没有。楼上还有楼上上面。哇，老板，我刚才会说啊，我忘记补血了，完蛋了。老板在搞，好尴尬啊！老板，你员工先给你希望，再给你绝望。蚂蚁船。反正我要求，等一下他不是可以 TP 吗？你不能说，他可以啊。不知道，他不知道。我来讲一下，他满了，他满。可以直接 TP 哦。那可以。现在可以直接 TP。我到刚刚。我们今天申请了。对。我们用我们的嘴巴申请过去了。怎么用嘴巴的话，不好说。对，听起来在哪里怪怪的。没事啊，现在才倒一而已。哇，耿鬼带黑色巫女，好无情哦。不烂，无血不烂回血。我回血。就是毒属性的带这个东西会自然回血，啊，如果不是毒的会扣血。哦。就那的话，就是还带那个吃剩的东西，要回血的话。对。我回血了，夜班的，你看。那我可以打看看他可以补多少血吗？吐啊！我用龙之怒装看看。吐啊！这好像有机会打下来、欸，那也打得下来、欸。哎，为什么影月不能选啊？不能选影月？你想弄人家？你想打我是不是？没有啊，不能弄我，先把你弄睡觉。他想睡你耶，直接把你逆鳞。音乐好扯，他想睡你耶，音乐好狠、哦，觉得害怕哦。来睡一下嘛，冷电鸟哎，大师球上。球我先截个图好了。大师球上一次爆了五万，来看看他的数值哈。哎呦，83，3v21，好像还行呢。他是防御比较低，其他都有20以上。他是顽皮的，皮的。那你之后可以改性格啊，还好啊。对。哦，你就去随机一下，随机一下性格啊。好，我用一般球抓就好了。我又干碎了。欸、可是加了冰块，我们这个跑步机好像会出不去。用轰啊！太快了。用聚散山哎、欸，用轰就好了。又再来打聚散山。我看闪电鸟的飞行模式。哦不，它也是战斗机。战斗机很棒啊！它说翅膀大的都是战斗机啊。所以觉得它是鸟的那种大翅膀类型的，它就都是。战斗机类型。你们聚餐是要打吗？可能我过去哦。一瓶你。到时候闪电鸟练满之后，再给他刻个金冠。嗯。哪里啊？你们在哪里、啊？无情金冠。那金冠好获得啦，金冠的几率是不是有点高啊？他预设的，我没有改过，他预设的。我觉得还超过哎，就是多打四星五星的就很多了。我现在我昨天吃掉一个，现在有四个。哦，没事，我还有四个，我有四五个。对，我觉得银冠比较多了，银冠真的蛮多的。所以我是要再认真一点练等去打，跟你们打四五星才有机会了。嗯，打四五星差很多，就蛮多的了。那你们四五星在推的时候是几等比较好的？我是一百啦，六七十就差不多，七八十等以上会比较好打，比较不会被一招秒。你说什么？属性呢？七八十。哦，那我的姐妹快要可以上场。那你姐妹上场不要再唱歌。不要再唱歌了，上场不要直接打架就好了，不要唱歌，会唱不动哦。对，真的会唱不动。
没有啊，我之前就想说要试试看可不可以唱灭亡之歌全部人一起死啊。不行不行。对啊，不行啊，我后来发现不行啊，好可惜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啦，怎么这样子啦，全队唱一唱要全部全队死一死、欸、好惨啊。无情。无情下去。总五点半了、啊，吃饭喽。对啊，不好，看他五点左右的。我刚买晚餐，然后外送员送到对面的大楼了。好赚哦！对，对面。然后外面在下雨，我还拿雨伞，然后过街，然后过去，然后扫那个码进去大楼，说不好意思，那个外送员送错，然后把东西拿走，看这样怪人的。警卫一定很傻眼。对啊，我觉得我超像怪人的，救命啊！怪了。杰克拍手，大声一点，听不见。我在拍了。你没有拍到回血，你一定没在拍。哦，那落定鱼是不是在雷？落定鱼，他是被小智的鱼了。没有哎、欸，这天气真难受，一下下雨，一下大白天。对啊，大暴下雨大白天。我天啊！今天会不会获得状态感冒？哦，太多果实了吧？哇，金冠一个，转烂，绝烂，转烂，转烂。要小心一些地上的，哎呦，好险，好险，你清到了，我捡到了。我们这边是贪心地鼠叫哈基的，要小心他。他捡完之后马上 TP 回去啊，太无情，好狠哦。没有，就放捡垃圾。你多厚哎、欸？有你多厚吗？直接生存的、欸。哇塞！哇，代兽哎！你多厚哎、欸？这可会捞岩浆啊！看起来好像可以捞岩浆，可是他是 boss 哎、欸。我看到人就想捞岩浆、啊。没有，他是喷火陀没错啊。哦，他是喷火陀。喷火陀可以捞啊！Mega, 我抓一只回家可以捞。没有，但是 boss。对，可是我为什么我之前喷火陀没办法捞？乌龟吧。它是喷火陀啊，喷火陀要两个洞的、哦，背上一个洞都不行啊、哦，要两个洞啊、哦。对啊，两个洞的啊。那、啊、我的可以捞啊，你那只可能没蓝鸟，没蓝鸟了吧？没蓝鸟。蓝鸟。没蓝鸟，没蓝鸟。哦，危险危险。哦好好。你是直接用那个吗？直接用桶子捞？对啊。捞不出来，要蹲下吗？不要。不用啊。是它吗？嗯。为什么我都不行？你在呢？没怪的，还是那一只在 CD？ 它是可以一直捞，还是会有 CD 时间？没有 CD 啊，就是一直捞啊。哦啊！我直接捞爆你！我看看你的喷火陀，你在哪里？等一下啊、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他。这里啊？对啊，同一只啊。对啊，你看空桶啊，点下去，坐上去了。哎、欸，等一下，哎、欸，没了吗？哎、欸，糗、欸、了。他捞岩浆有冷却了，有冷却啊。怪的，有冷却、欸。你看，我也是这一只啊。没有啊，捞不出来啊。可是我是捞过，的确是捞出来的啊。等一下，后面是牧场机组，那时候放牧场机组可以捞。我
一捞就坐上去啦。我那时候是捞有捞出来的，确定有。我试看是牧场女主，因为那时候是放牧场女主捞的。说把它放牧养着才能够捞。啊，我没有多的牧场女主。我就是捞不起来。先去挖个荧光石回来。你要荧光石哦？做电脑啊。你去我家右上角的那边拿。每次我在地狱了，地狱。好吧。很近就有了。好吧。雨月，你的闪电鸟有什么技能？啊，对，我还没看。抓的，那时候抓的。考虑一下，看要不要计时球慢慢抓。啊，什么意思？我说我明天要抓啦，我在想说我要不要看，如果他都是电属性技能，我就拍一只避雷针的东西，然后一直吸电就好，然后我就一直用计时球等就好。他有飞行，有水系，啊、没吸上了，好吧。哇，我还是可以用我的那个马，这叫什么？马奶功。麻烦那个怕拆海胆还有自我再生哦十万伏特的招式机嗯好赞是有火吗？红红的蚂蚁，那个什么大鳄鱼？大鳄鱼没有，它是地面。好。疯狂福特，这是还有什么招式？这上面的名字它哪些数值是31是不是啊他记得啊啊哦对我去第一抓就好了你抓干嘛有了你要怎么用？哎呀！哎，不可以啊！还有冷却，有冷却，等等看看吧。可是他是不是说他可以连捞吗？那种连捞？我记得我有捞一桶，可是是不是连捞我忘了？因为那时候我确认说，真的可以捞啊，然后就捞现场捞一次。那时候小雨在问。你现场捞也可以捞啊因为以前的就不能连捞啊对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捞那一桶、啊、所以以前我们是抓了六只用牧场机组放在那边这样子就可以捞过300到330秒之后会有熔岩工艺还是不能榨干他们300到340就是5分钟嘛哦对那我不如直接去岩地狱捞一捞就好了，拿一个桶子，然后地狱去捞一捞就好了。对啊，耶、yeah, ，没事。如果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无穷的岩浆的话，那还是那个喷火虫，要不然就抓那个、啊、超级多只，然后全部放在那个家旁边的牧场基础里面。对啊。嗯，也可以放一堆大奶罐啊，挤一堆牛奶。干嘛干嘛？我家的奶。这个、透明铃铛是什么效果啊？挂在外面可以引神兽。
可以。你的不是陨落奇亚吗？我现在有两个铃铛啊。哦，都挂、啊。我两个都挂起来啦，我就说想说问一下透明的是银蓝什么东西的？都反正就是落奇亚或凤凰这两只。对啊。哦。都一样是清晨跟傍晚吗？嗯。他说铃铛会响诶、欸，你要自己小心哦、喔，不要被抓走哦、喔。铃铛会响。花案订单被取消了。嗯，啊是啊，对，那我明天了。哭啊！啊，旁边吃牛排了。啊，你们要去吃牛排啊？嗯，那订牛排啊，我订牛排。好，你换这个了啊。还是你要？好，行啊行啊，就这样就这样。今天都来得及啊。吃饭喽！哦，你们说万圣节彩蛋的宝可梦，我们以前玩过啦、啊。眼睛会变红色，不是吗？也不是眼睛变红色，就变黑色。对不起，变黑色。不同的外观。附近没有合作伙伴啊？附近没有合作外送伙伴？今天台风天啊！你想害谁？那、啊、我怎么办？没有外送了。铃铛一次只能挂一个哦，音乐。好，我到时候会拆掉一个。哭啊！难怪被取消。啊，没有人送啊。对啦，来这边就有火了哈。写完这个任务关台。正能量，八两。Lambent， 附近哦，其中一个响了，附近的铃铛都会爆掉。哇哦！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想抓洛奇亚或凤凰的话，不是挂一大堆的话吗？嗯。啊，如果洛奇亚的一响了，那附近的其他铃铛都会爆开。啊，全部一起啊、哦，好扯。对，观众说的。啊，那很惨嘞，损失惨重。你有没有听到？铃铛收起来。挂其中一只就好。等一下爆了就哭了。你就要重刷巢穴了。那几率都是2%啦，对、啊，五星的2%。飞行系真的很猛哎、欸，一堆神兽也都飞行系不是吗？狠狠的。看来要nerf的是飞行系呢。离远一点就好了、喔，要多远呢、啊？你们那边有咬碎的技能光底？咬碎吗？看一下。没的话，我就用卡比兽去练。有。好喂、欸，等一下跟你拿。好啊，在箱子里自己拿，右上角。然后自己找吗？你可以放一个，把它隔离出来吗？好。好喂、欸。那我把它放在找王的箱子里。好。有成就啊。
太无情了吧？怎么了？就是我抓了15只火系宝可梦，奖励14个黑曜石，一个打火石。哎、欸，我也有哎、欸。哎、欸，好亏哦，不解了。超懒的。给我铁可以吗？黑曜石要干嘛？黑曜石真的超肥。好像是昨天结完，然后我今天上线了，在想说，干我身上怎么会有黑曜石？然后想一想，好像是那节任务拿到了。哦不，好烂哦！你不要想预设的任务会给你多好奖励了。我想说15个宝贝球、欸，哎、欸、哎，阿基，哎、欸，你刚才跟影月说先收掉一个铃铛。铃铛哦，嗯，他说一个响的话，其他铃铛会爆掉。哦好，铃铃 ，ring 啊 ring 啊 ring， 我先用你的光碟存进我的箱子里面，看我有没有。嗯好，老王的箱子这个吧。滴滴滴滴滴，这很烂哎、欸！你是给我黑曜石去地狱的？我有，我有，你有，太好了，还你！耶、yeah, ，恭喜你！耶、yeah ，应该想让地狱去抓火系。对呀、啊，可是他顺序应该错了啊！你可以先，你可以抓火系给我吗？嗯，你可以去地狱抓火系了呢。嗯，打不过黑龙，穿黑龙装啊！好了，要关台了。关台了。欸、然后啊，你们看《鬼灭》吗？新的哪一个？你说油锅片吗？无限列车新的、啊、怎么了？哇、哦，好赞哦！好赞爆啦、啊！这是不连那个电影版都没有内容，哭烂！但我还没关。哦啊！好啦，今天到这啦，那晚点轻松高效后见啊，轻松高效后高几率大家会续摊继续玩吧，所以到时候我们再见啦，各位拜拜，整理一下，拉长耳朵提高警觉，嗯，这个是这里的领取，你信。刚是一颗吗？好了，先这样咯，各位晚安，我要去孵蛋。嗯，等级都还没练起来。尿尿咧。不对，怎么会有百变怪的蛋？啊！不到错乱。好了，就这样喽，感谢各位，那我们晚点见，赶快吃饭休息喽，各位晚安，拜拜，休息一下下。嗯嗯嗯，慢慢慢慢。